亲爱的乡亲时代，胡乐兄，这个、台湾的头家，大家好，欢迎收看《三 Q 新台湾》，我是三 Q 陈碧伟。今仔日这礼拜又阁有济济新闻消息。首先呢，吴怡农甲王宏威两个人即马咧竞选着中山北松山的立法委员补选的职位。啊，这个时阵呢，王宏威这边甲问讲，啊，你这核二、核三，敢有要去核四，敢有要用？啊，另外一方面呢，吴怡农讲出伊要松山迁建，啊，这个议题呢，吼、哦，要用中央地方政府来做一个整合，啊，包括新北、桃园，拢有这个政策延续的可能。啊，到底双方面的交锋，对一个人较适合做咱的立法委员呢？另外一方面，民进党党主席的补选，几个足侪人选慢慢啊浮上台面，嘛有足侪哦，私底下交流讲啊，安怎安排较好？我想民进党即马要想的，就是安怎伫即个2022年的九合一选举内底，要做一个军容重整，啊，要让社会面感受到民进党改革的决心。啊，等下这节目嘛来讨论。另外一方面，中国吼真正有部署甲无部。飞龙机飞啊，飞弹那恐吓啊，不管吼、国民党有哪有派一个夏立言过，甲伊讲你唔好安尼飞，你安尼飞台湾人民的反感啊。结果竟然安那呢，自过去往来照班啊，一项一项甲你禁，讲内底有虫啦啊，这安尼这有毒个，迄阵阁会晓找理由呢？即马竟然无理由，甲咱禁愈来愈侪物件，包括咱台湾人民吼，这甲咱讲上青的台湾秘鲁，这唔哪有自入性行销，讲袂叫。讲袂叫爱看咱的节目啊，所以呢，顶顶的物件到底是中国这个祸藏啊？这叫做藏着什么祸心？哦，这对，我咧考验大家来宾有在听我的讲话无？所以呢，今日节目非常精彩，千万唔好转台。那首先介绍今日的特别来宾，资深媒体人林玉慧。Thank you， 大家午安。两岸政策协会研究员张宇韶。Thank you， 好，大家午安。好，我们民进党新北市议员李坤城。Thank you， 好，大家好。我们新科议员哦，国民党新北市的议员当选人吕家凯。Thank you， 好，大家午安。也是我们的新科议员，民进党台北市议员当选人洪婉珍。Thank you， 哥好，大家好。先跟你讲一声，恭喜选举足辛苦，足无简单。那首先呢，咱来看一个新闻哦。民进党的立委候选人吴怡农，他在今天早上到滨江市场扫街。那滨江市场哦，其实我自己在台北工作一年的时候也有住过啊，那个地方就是会有松山飞机什么噪音花哥补贴的补偿金，所以他到那边的时候，他再一次去把松山机场迁建的议题拿出来讲。那我们看一下 VCR。直到吴怡农要来，民众自制宣传车帮忙赞虾，还有小弟弟穿越层层人群，为了跟吴怡农击掌。吴怡农打陆战，老少通吃，议员当选人联络方也现身陪同，不止跟选民拉近距离，吴怡农也为大家谋福祉。近日抛出松山机场迁建议题，脸书更推懒人包。以 Q&A 方式让市民一目了然，吴怡农力推松基迁建后活用空出的213公顷土地。前一天接讲，吴怡农更不惜喊出愿意牺牲总统专机起降，让市民有更好的生活环境。松指部最主要的任务的确是行政的专机，那公共政策就是要有取舍，迁移松山机场是符合最多国人最大的公共利益。他 PowerPoint 做得很漂亮，但是呢，全部都没有提到任何松山机场里面军用机场的问题，应该去跟邱国正部长去讨论一下，这样子也顺便呢，让邱国正部长能够认识吴怡农，请国防部啊来帮。来帮吴怡农来补课一下。紧咬松基牵涉军用问题，王宏威一度口误讲成蒋万安，不过他的自身争议恐怕得先说清。曾遭中国监禁5年的李明哲爆料过去被逼看中共党媒海峡两岸节目，王宏威就是固定来宾。这个节目是专门对台湾统战，台湾的任何的政治人物去上这种节目，基本就是在羞辱我们台湾自己的主权。李明哲先生的遭遇哦，我个人非常的同情。那但是有关于这个领导人的这个议题，那他当然就是一个政治操作。不希望我们的政治人物在国际媒体上面贬低我们的国格。随着立委补选日逼近，蓝绿除了战政策牛肉，统独立场更是隔空交火。三立李文胜、李维廷、郑海中、SN教授听不到。王宏威，我实在较无熟，但是吼，那变那狂野五爪类型的，那他提出的合场研议啊 ，VS 吴怡农这边是专心的在讲他选区内的这个松山迁移的问题。那今天呢，吴怡农再次来提出来，包含未来
怎么样的，因为台北市中心精华地啦，啊，那中央地方联合的一个治理委员会，那到底这样子的打法对选民啊，对在地的选民会不会有感呢？玉慧姐。其实刚才讲到说王宏威，大家对他过去不是那么的熟悉。我想，或许深蓝的朋友对他是比较熟悉的，但是一般的这个台北市民真的是对他比较不熟悉。可是我承认，我最近对他特别熟悉，因为在网络上面啊，有一些的骗子啊，最近他有一个绰号，不晓得王宏威议员你知道？哦，对不起，你可能这个马上要丢下你的选民啊。他现在还有个新的绰号叫做二翠啊，我不晓得为什么会大家叫他二翠，不过我觉得这个名字还蛮可爱的，不晓得王宏威议员他到底喜不喜欢二翠这个名字哈？不要笑成那样 ，Thank you， 不要笑成那样。等一下，你可以解释一下什么叫二翠哈？那至于其实吴怡农提到了说松山机场迁建，我觉得我身为一个台北人，我从小在台北长大，我们对于如果你是台北人，你又有在国外有生活过的经验的话，你会非常羡慕，在日本你可能有个新宿大公园，你在英国有个海德公园，然后你在纽约呢，你有个非常大的中央公园。可是我们台北市中心本来有一块公园预定地，那个就是大巨蛋，结果我们大巨蛋现在呢，却盖了一个只能够办法会啊，不太能够办运动的这样子的一个场馆呢，所以这个作为台北人来讲，我们当然希望说在礼拜六礼拜天大家可以去遛遛小孩啊，遛遛毛小孩啊，这些对于台北市的市民来讲，我觉得这个都是绝对必要。而且这个公园它就在市中心，对于提升市民的生活品质来讲绝对是有帮助。所以现在如果松山机场能够迁建这一块的地方，能够成为台北市民最重要的一个休憩场合的话，那我觉得当然是乐观其成。更重要，过去几年呢，曾经在20年前的时候，林应元曾经开始提过，但因为那个时候可能时空的背景还不是那么的成熟。现在呢，桃园机场的第三跑道就已经快要完成了。如果第三跑道如果完成了的话，那飞机的整个的降落，那整个符合了我们国际上面的一个观光的一个位纳的话，这个是可以去谈到松山机场迁建以后，那整个未来的一个台北市的一个整体的规划，我觉得这个对于台北市民来讲都是一个好事。但我要问，日本机场你熟吗？熟啊。但日本的它的市中心也有一个小机场，没错。我知道你要讲的是这个。它羽田、成田都离东京其实好像要30-40分钟。是啊是啊。桃园也这么久，不是吗？是啊，桃园也算很近，好吗？好像比他们近啊。对啊，是比他们近。我不知道为什么一定要在家里在旁边盖一个，因为这个还其实牵涉到了几年前曾经发生过的不幸的空难哦，这个也让附近的居民来讲，他真的是除了噪音以外，那除了现建他们的生活的品质以外，还有一个是真的不定时的，他们常常会觉得生活上面受到一个很大的一个危机的影响。那我们刚刚讲完了松山机场以后，我接下来想要听到我们二翠议员你所提到的这个核二核三的，就是这个核电厂的这个问题啊，我不晓得我们这个核电厂的议题，其实在台湾呢，已经讲非常非常久了。我相信啊，这个过去国民党也曾经讨论过这个议题。我今天早上的时候，因为我知道今天下午会讨论这个题目，我特别啊去台电的网站上面，我要告诉我们二翠议员呢，你知道现在台湾的整体啊，我们各个机组的发电量，它的组成是如何吗？请看。核电，我们今天早上核电的发电量占全国的总发电量只有5.826%，5.826%哦。今天是阴天，对不对？但我们的太阳能光电有13.871%，我们的风力发电呢，那有3.789%。所以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核电只有不到6%，但是我们的干净的能源，太阳能以及风能呢，这个就是老天给我们赐给我们台湾。我们台湾有好的风场，我们台湾有这个非常好的这太阳能，这个就是老天给我们的。我们只要建制好了以后，这些都是不用再像核电一样，我们要去背着核废料，要背着核电厂的那个危险。所以二翠议员，你知道吗？我提供给你参考。那当然。我想我们这个二翠议员可能也不太理解啦，这是在今年的这个8月24号，为什么我特别提出这个呢？因为八月的时候天气最热嘛，哈，那像这个欧洲现在是天气最冷，所以他们需要发电。我们台湾的时候冬天你还可以没有暖气，你还可以过日子，但夏天的时候没有冷气，你可能给俩拱了哈。那我们夏天在今年的8月24号，我们的光电它可以发550万
1000瓦，提供15%的电力，15%，核能这几年都没有超过一成。再回想一下，刚才我们说今天的核能的电力6%不到，那我们在最需要用电，夏天是最需要用电的时候，太阳能光电现在的建制就已经可以到15%了，而且议员提供给您参考。然后我再给大家看一下，这是今年的12月5号哈，我们的风电，各位，如果你现在有经过我们桃竹苗的沿海地带的话，你如果有走17公里海岸线的话哈，你会看到我们现在有非常多的这个在海上的离岸的风机，那现在都已经在开始运转，然后的一些的这个电的接收站呢，也陆陆续续的完成啊。那现在当然我们距离我们2025年我们希望建制的100只的这个离岸风电啊还有一段的这个距离，可是在今年的12月5号我们风力发电就已经创新高了，就已经有1.1G 了，我们本来是希望2025年的时候有5G，现在就已经有1.1G 了，所以也提供我们二翠议员来做参考。所以加上刚才那些哈，如果二翠议员的数学还不错的话啊，二翠议员其实哦，这样他年纪比我大，但我不是说你老哦，对，我是尊敬你的意思哦，所以我相信哦，这个任何一个议员都有这个，因为他们每天都要面临一些新的挑战，都有学习的这个能力，而且我相信他的学习能力很好。我刚提供您这些的这个资源呢，或者是提供您这些的这个资料，也希望您能够好好的思考，在做政策之前要先做功课，简单一句话供您参考。宇昌老师，我较好奇啦，因为吼，甲核能相关的物件，其实咱是不是去年较公投过啊？才刚刚公投过嘛。那不管是从中央政策立法委员的选举总统的选举，那如果大家觉得这样子的选举没有代表性，我们在去年也办了一个公投，那投出来的民意很明显的是不同意啊，让核四来重启。那现在再去提核二核三的演绎，我觉得是这个同一个问题换一个说法啦。那所以吴怡农呢，他并没有陷在这个题目里面哦，他反而还是比较想要主打他选区的议题。而且我觉得他这个议题很有道理的原因是，他除了是他的选区，而且那是国家的首都，他也牵涉到所谓的国安还有国防的问题。那他愿意以一个国安会前应该是幕僚，那现在是立法委员的竞选人，把这个问题拿出来台面谈，我觉得这个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坦白讲，立法委员的选举你要去谈到地面的议题并不是那么的频繁啊。那坦白讲，跟民众较有关系的操场的跑道啊，这个马路重铺啊，有一些自来水管接管啊，他愿意去把一个大型的议题拿出来在他的选区，而且是已经讨论20年没有结果的，拿出来做他的选战主轴，你觉得这个打法看起来怎么样？这一方面也结合了吴怡农自己的专业啦，你对这个松山北松山啦哈，或是说呢比较靠近啊松山区北边的居民来讲呢，松山机场这议题至少三个价值啦。第一个是当然是地方创生跟活化嘛，这个可以以啊台中的水南机场作为模板嘛，这个 thank you 就很了解嘛，虽然机场在西屯嘛，但是呢250公顷嘛，这么大一块地，现阶段的发展基本上可以作为被期待。虽然机场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是221公顷，然后那个水南机场是250公顷，大小规模差不多啦。除了做这个活化商业或是呢社会住宅用途之外，对当地居民的休闲休憩来讲，当然是可以被想象的一个棒的蓝图。那第二个当然是飞安嘛。那个机场附近的空难，因为它腹地比较狭小，虽然松山机场很有历史啦，我们对它很有情感，在日治时期嘛，而且全世界只有两个松山机场还互相对接嘛，你没在那去接头啊，你没去洽公洽公，是啊，洽公。最近网络有看到一个消息啊，有人买了松山飞东京的这个机票，只要2000二，结果买下去发现是日本松山飞日本东京。对，我就说四国的松山机场跟台湾松山机场基本上都有呢业务上或是说呢这种友好的交流嘛。但飞安的安全一定是当地居民非常非常关注的嘛，除了经济，除了飞安，还有国安嘛。用过去讨论过是说松山机场这块腹地可能会变成呢解放军斩首直接呢溯游这个呢应该台北市的腹地嘛。所以这些东西有吴怡农的想象，当然还有过去政策的延续这个手板给大家参考一下侯友宜2015年的时候也表示乐见松山机场迁建嘛，所以我想是说呢，
这个时空变化呢，基本上还没有那么大吧，因为它是一个整体的城市发展啊。新北跟这个台北双北啊，在这议题之中呢，是不是有共同？他当时的迁建是把松山机场搬去新北？也不是，他只是说他乐见，也没有什么太多的内容。因为他说对新北的，他对新北的建设啦，其实大家共识都还是把它用桃园的三跑道完成之后，对啊，应该基建完成了之后有这个期待嘛。比较好笑的是2018年啊，因为我参加姚文智，我相信小芳应该记得，那叫422的鸡蛋大游行。什么叫鸡蛋大游行？那个鸡就是松鸡啦，蛋呢、啊、就是啊这个大鸡蛋嘛。啊，这两个东西呢是姚文智那时候的诉求。丁守中那时候有告诉大家说呢，迁松山机场起码等4年，规划现在就要启动。王宏威当时是支持丁守中的。那你这会不会是啊事过境迁啊，现在呢就变成是什么纸上谈兵空话连连，你会不会跳得太快？选民想要期待看到的是什么？哦，你反对迁松山机场也好，或是你要加码也好，来个政策论述嘛，或最基本的轮廓嘛，要跟不要王宏威你表个态就好了。比如说你认为松山机场不应该迁啊，首都应该有首都的机场啊，这也是一种说法。或是啊，吴怡农哦，你这个规划哈、哦、基本上还不够成熟，我的幕僚团队告诉大家我有什么内容。显然王宏威基本上只是丢议题而已。好，这第一个跟大家讲是松山机场的议题哦。第二个部分是呢，我觉得吴怡农今天去做这个扫街哦，滨江市长哦，他有他的政治战略意义。阿拉贡呢，因为很多人说他只在乎空战嘛，其实在最早之前阎若芳帮他办了一个客厅会嘛，阎若芳的那个服务处我去过啦，不是很大，但是呢有很多这个选区的选民呢、啊、就自动来报名参加，而且我仔细看一下农妇好像没有那么多啦，大部分都是在地哈、哦、这个中山区啊，或是说北松山的这些选民，或者是说阎若芳的支持者。那大家觉得应该要加码嘛，选举嘛，补选的这个投票率不是很高，而且补选大家在乎的是什么？陆空战并备啦，吴怡农有掌握议题的能力，但是他必须要更加的接地气。今天去滨江市场，我觉得有两个意涵，刚好呼应了松山机场哦，我提出来的，所以呢，我要去倾听当地的民意嘛，去跟里长啦或在地的居民去做一些沟通，或是听听他们的想法。第二个大家不太知道吧？哦，台北市的历史我也蛮熟的哈。哦，滨江市场是最早某帮派发迹之地哈，哎，某帮派发迹之地，吴怡农可能不知道这个啦，但我可以帮他做一个宣传嘛，这个有点高级黑啦哦，这个台北市某一个牛开头的这个帮派，他的发迹地牛埔庄，他是个牛墟啊，啊，其实，在滨江市场过去有很多摊贩，就利益的分配，是蛮好的那个啊，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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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我都觉得。你用这样的议题引发讨论度，除了有政策的实践的效果，但是呢，我觉得吴怡农旁边的文宣团队哦，哎，这个与会最清楚啊，我把他这边做结论了，因为大家被讨论到、啊，小英派了一个我以前的偶像啊，叫刘导啊，刘导应该是阿扁时期跟警察堪称为呢最厉害的文胆啊，所以说呢，文字陈述的部分，哎，阿扁以前的这个、啊、就是演说就是刘导大哥写的嘛。为什么是他是我的偶像？我写那么多评论，有一天就想要超越这些人。刘导进驻这个吴怡农的总部啊，如果呢能够跟议员呢、啊、这个密切合作啊，这个就必须要夸奖了。我们昆城兄服务学很厉害，你现在看六席全上啊，这什么意思？组织战嘛，组织战嘛。因为我们直接点名啊，你看看这一区有我们的坚哥，而且坚哥第一时间就告诉大家说的，我的服务处就是你的竞选总部啦，这也是个态度嘛。对，哦、啊，第二个是呢，若芳呢、啊、宜君啊，还包含了、啊、陈宜君啊，也若芳啊，还包含了、啊、落选的梁文杰，梁文杰第一时间也都支持嘛，啊、梁文杰在地耕耘也蛮好的嘛，还包含林亮君，所以这是一个团体战跟组织战。梁文杰的选票好像在滨江、龙江那里是蛮高的。没错，没错，没错啊！所以我说呢，结论很简单呐、啊，补选哦，也要靠组织跟团队、哦、啊。组织跟团队呢，来自于什么？来自于啊这些议员们呢、啊、长期的经营跟耕耘嘛。那吴怡农呢，基本上在议题主导的部分，我认为。是非就很简单嘛，人家泼你脏水，你开记者会啊，开记者会啊，直接 get 到等你嘛。还有呢，媒体对你不友善，
可能 EQ 高一点，但是无需要道歉，因为国民党在这边大做文章，什么意思呢？而且他心虚的啦，立场前后矛盾啊。反而呢，这部分要跟 Thank you 多学习，因为在节目开始之前呢 ，Thank you 在选举还在罢免期间有问必答，而且呢，对媒体呢，基本上不仅有问必答啦，而且是知无不尽啦，而且啊，所有的东西啊，套餐通通给你。我觉得吴怡农呢，现在选举的节奏开始呢，上紧发条，走在正确的道路了。我们是期待啦。王慧，刚才小芳刚讲，第高道菜都因为啊，你干脆去找那个黄世修啊，担任了、啊、你这个议题总顾问好了。虽然四项公投讨论的不是和二和三，可是黄世修，我突然想到，哦，就是那个自以为比吴怡农帅的那个，对，我们也没有意见呐、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对，自我感觉良好是一件好事情的、啊。但我觉得有没有可行性？或这个议题已经历经了全民的检验，虽然我们投的是重启核四，可是刚好在整个四项公投讨论过程之中，我们对核能的概念、安全性的质疑，或是呢现阶段有没有重启的条件，这一提问谁最清楚啊？待会我们问一下我们侯家军的议员了、哦，侯友宜啊，应该最清楚。两位新北的议员，对，两位新北的议员吧，应该他们最有感觉啦。我们先让婉珍啊讲一下好了。啊、关于台北市哈、哦，啊这个松山机场迁建，坦白讲啊，除了两方的议题交锋之外，我认为两方的人设哈、哦，其实也是在这一次他们的这个，我不管说是口水或者是说攻防之间。对，吴怡农他是一个素人，虽然他选过一次啊，但是他在政治的这个经历上还是相对比较之前。然后王宏威哇。很不好意思讲，这应该不是负面的，就给人家感觉讲话就很油条。你可以想，我自己的判断标准是这样：政治人物哈、哦，你在公众场合看到他跟私底下看到他是否一致，这件事情是我判断这个人做多久的一个基准。例如嘞，这个洞好大。没有，有些是礼貌跟更加礼貌，那个至少是同方向的。那有一些是私底下很温暖，我坦白讲，我看到我。啊、就是很多比较资深的，他们是私底下很热情，但是上了新闻之后嘴巴都是这个尖伶牙俐齿。啊，王宏威他就是一个比较，我感受是这样子、嗯。你觉得就一个选民来讲，你也是新科的议员，嗯，那看到两位哇这样子在选举的过程。你自己的感想是什么？你觉得两边哪一个看起来比较正常？刚刚 Thank you 跟你讲到人设这件事情啊，像我们之前在台北市的时候，陈时中是部长，以前算你喜欢打吗？公园都佛性打法，现在人家也说吴怡农是佛性的打法。但其实我刚刚这没有不好啊，就是他这是在展现他的政见嘛。陈时中进行都是一点在攻政见，攻政见，但是村内郎对手就是一直攻打那些五四三。会不会有一种感觉，双方互相要把对方拖进自己的战场？对，可是我觉得开战场，就是现在国民党他们就是用仇。仇恨民进党嘛，就是一直仇恨民进党，他们现在也没有其他的招，就是一直用这一招。然后因为你也知道我们过去是媒体的这个状态，每天长官就问你说你今天要出什么新闻，那他就光看那个报纸的标题可能问不出个所以然，但是可能去戳一下这个国民党，现在他又开始在骂，然后就会出现一大堆标题，然后再去追吴怡农。现在的状况每天几乎都是这个样子。你说松山机场迁建这件事情讲了几十年了，东抽2015年的时候，侯友宜那时候是代表朱立伦，哎、欸，朱立伦他出来还有副市长的身份，他是讲说他们是赞成这件事情的，哎、欸，对啊。然后那2018的时候，市长的选举是所有蓝绿五党全部都是支持赞成这件事情啊，基本上只是说到的程度有多远，但基本上大家口径是差不多有共识。那为什么后来没有做？对啊，为什么没有推进啊？对啊，为什么没有推进啊？当然这个台北市就要问柯文哲，然后这又是另外一个层面。但是今天你王宏威，你今天你要。是讲人家说，哎、欸，那个什么，你那个吴怡农，你提出的政见，你都没有去想说后面怎么样。但吴怡农在这件事情上，他是有针对他的这个松山迁基有提出五个层次的内容来讨论哦。那王宏威，你这个一直骂这件事情，那你又提出了什么？那你在那边讲，你们自己都不同调。你跟国民党，你本身我觉得你点了立功一样那你应该是先回去跟你们的老大，还有你们内部，还有接下来的准市长。
这个蒋万安，蒋万安在这一次虽然没有正面的回应这件事情，但是他有提到说这个松基这个空地如果空出来之后，未来的规划也是他要纳入范围的。可见你也想过这个问题，应该要处理，只是说处理到哪里，是不是桃园的第三跑道这件事情嘛？你让我供给，那你们自己都不同调，这国民党你们就是各打自走炮。我觉得王宏威你现在就是自走炮，因为你这件事情跟上面的人都没有瞧好，然后侯友宜你当时也是赞成这件事情，你也没有瞧好，你还说哎、欸、这个跟那个可能两边要来合作，怎么合作？讲到松基是这么一回事哦，那他自己又讲到核二跟核三的问题，核二新北，那核三屏东，他见讲重话，讲说哎、欸，你敢让屏东人当做塑胶哦，就是很想接地气，用台语来讲塑胶这件事。一个立法委员他有办法去？对，我的意思是说，你现在选的是中山跟北松山这件事情，你好，你美其名你是地方议员，你现在要来选一个区域的立委，你又不是要选不分区，你又不是要那个郭炳东没改立投做不分区，你管到整个台湾你都要管，你自己这个地方，你这个中山跟北松山你自己都没管好，你还敢来讲人家是塑胶这件事情？那你讲到这个东西，那我们就想说，如果你是这样，你要升级不分区立委，我就觉得我是充满了这个黑人的问号。你要讲清楚啊，那你要怎么做？那你这个核废料你要怎么处理？那今天问到侯友宜，侯友宜他讲说，哎、欸，对，这是中央的事情，阿林郭炳栋的转播龙安的供转播都是别人家的事，都跟你自己都没有关系啊，这样对吗？啊，然后吴怡农并没有来附和你说这个核能厂演绎这件事情，你就说哦，把屏东人当做 so guy， 那你有没有好好给一个你完整的证件说，说我今天我这个演绎这件事情？就像 Thank you 哥，你刚刚提到去年公投的时候，大家有一个共识在的，就不是往这个方向走。你现在又要往这个跟别人不同的方向走，你必须要提出来啊，要不然你不是只是把人家当塑胶，你还是轻视选民的智商哎、欸。哦，我补充一点可以吗？其实他要的，他把核二核三提出来，无非是在刷那个仇恨值啦、因为核能这个议题啊，其实是在蓝绿当中啊对立是非常强烈的一个。每一次不管是在公投也好，在选举也好，他是在召唤他的选民，特别是召唤深蓝的选民，然后他要告诉你，顺便配套，你看哦，如果没有核电的话，那就会跳电哦；没有核电的话，那你家就会停电。但我刚才告诉，我已经跟二翠议员这个多次报告，我们现在不管在夏天，不管太阳能也好，风电也好，这些都已经陆续的一个建制，为什么我们还要走回头路？我不相信啊，这个年纪真的限制了这个王宏威议员的想象。我相信王宏威议员绝对是与时俱进。他一定知道现在全世界光电跟风电才是世界上面的潮流。选一个吴怡农留在地帮你处理机场基建迁建还有选区的事情，选一个王宏威每天跑新北跟屏东处理他的核二核三演绎，如果是你，你会选哪一个？广告之后我们继续讨论。欢迎回来 ，Thank you 新台湾。其实和这个松山机场迁建哦，小弟不才，我在立法院有遇到类似的情况。我们当时在讨论的叫做国会迁建、那个东西也是蓝绿哦，甚至是第三势力无党籍，全部人都支持。那问题就来了，全部人都支持，为什么没办法做？原因就是因为当时全部人都支持，但是支持的方向不一样，他们的东南西北的方向是不一样的。所以在那个民主的过程里面要寻找一个共识，但是前提是大家都同意、大家都觉得这件事要做，然后才来想下一步怎么办。所以现在的立法院院长尤锡坤、他上任之后，你也可以很积极的听到他，包含中正纪念堂，包含高嘉瑜委员好像也有说到我不知道是南港还是哪边，然后像我这边我是支持迁建到台中乌日，他就有很多的不同的地点。那个东西是大家已经有共识，只是下一步怎么办的问题。那松山机场本来是大家都有共识的，可是现在看起来王宏威好像跟大家没有共识哎。昆川议员，就是大家都支持要迁，怎么迁，迁去哪里啊？然后配套措施是什么？要、那个东西再来讨论。这个时候就主政者就可以去推动。但如果还有人是积极反对的话，他就不能够循规蹉跎嘛。那现在王宏威看起来好像觉得迁建是空话，你这个。只要是吴怡农讲的，王宏威就反对、只要是民进党政策，王宏威就反对了哈。那其实这一次这个民进党政策有没有鼓励大家呼吸啊？他应该不会反对，对吧？他应该是不会反对这个。这次这个中山北松山立委的补选哈，这个吴怡农提的松山机场迁建，
跟这个王鸿薇提的第一个政见核二战研议哈，虽然是立委补选台北市的，可是这跟新北市有关系哦。哦，跟新北市有关系。这样一个是好的，一个是不好的。好，吴益农讲了这个松山机场迁建，对新北市来讲就好了。至少就我的选区三重来讲，三重也因为松山机场的关系禁建的。他讲说范围有3000公顷嘛，飞机回来的时候会经过了，会经过，所以我们先他不是直升机这样空中降下来，他会经过我们航道。所以说这个吴益农不是讲说这个松山机场面积大概是220公顷左右，但是禁建的范围哦高达3000公顷。3000公顷，所以从三重延平北，然后到什么大同那边都是。对啊，所以我们现在很多三重学校啊，都还是领那个噪音补助费哦。对，而且它因为飞机在航道上面，所以很吵啊。所以说我们领这个噪音的补助费，然后甚至做一些噪音的补强的工程。所以说这个吴益农讲的这个松山机场迁建哈，我举双手赞成，因为这个对三重来讲哈也有帮助，对新北市来讲有帮助。那为什么那时候侯友宜讲说对新北市，那时候2015年还是副市长，他为什么是支持？他因为他认为说如果松山机场迁建到桃园去，那对于新北市的产业发展也有帮助哦。就是说第一个没有什么禁建的一个范围哦，那所以我们可以盖比较多的一些高楼，那可以当做一个企业的总部，所以对新北市来讲也有帮助，但是帮助最多的应该是台北市的。那现在王鸿薇讲的，我就说对新北市不好，就是说他核二核三营业，这对新北市来就不好了。啊，嘉凯他是新北市的议员的哈，我希望他也是这个不要站在这个国民党就一定反对。如果是为了新北市市民来讲的话，其实就要反对核二演绎。那其实核二核三演绎这也是个假议题哦，因为核二就核二来讲。它的一号机已经在去年年底已经除役了，好，就是预备要除役了。然后它二号机呢是在明年的3月份预备要除役了。所以现在这个原能会还有这个什么环评大会都已经在开了，表示说这个核二厂的除役已经是按部就班在做了。那已经按部就班在做了，哎，结果王鸿薇提的说什么核二核三要除役，然后还笑说这个。什么吴益农连这个什么核二站在哪里都搞不清楚啊，还说什么把那个屏东人是当作收干。我在讲说王鸿薇才是把我们西北市民当作收干吧，就是说你在讲这个议题的时候，我不知道你有没有问过侯友宜。好，我相信啊，侯友宜他也是反对核二演绎的，我老实讲他也是反对核二演绎。那你没有问过我们新北市的市民，好，也没有问过我们新北市的市民。所以我马家公为什么王鸿薇他的第一个政见好，跟台北市没有关系哦。第一个政见是以邻为壑，就把人给戏，就是说新北市核二核三要来演绎。我如果我现在是新北市的市民，我如果有这个中山北松山的朋友，我一定说你们不能这个支持王鸿薇。如果支持王鸿薇后，让他当选的这个立委啊，以后这个核二要演绎要怎么做？那提到说，那这个吴益农讲的这个松山机场迁建可不可行？现在来讲的话就是可行，因为之前大家讲说为什么不可行，其实有两个条件哈没有充分。第一个。这个机场捷运，桃园机场捷运是在2017年才开始开通嘛？那机场捷运开通的时候，其实大家我相信啊，大家都是坐捷运哈到桃园机场比较方便。第一个你准时，第二个方便，不会塞车，哦、而且便宜。好、哦，那第二个就是说哈、哦，这个它的航空这个桃园机场的第三跑道，2030年完成。本来是2025年要完成，那可是就是工期或者说是缺工缺料的关系，所以延到2030年。所以你之前在讲说，哎，这个为什么讲了那么多年，那为什么哎这个松山机场迁建一直没办法做到？但是现在两个条件，第一个机场捷运已经通车了，2017年通车了。第二个，2030年如果跑到第三航空的这个跑道完成之后，哎，那其实的确松山机场迁过去就是有这个可能性的嘛。所以吴益农他就是问说王鸿薇，那你反对松山机场迁建，你反对的理由是在哪里？好、哦，你是说哎不希望说当地的迁走之后，把这个松山机场呢变成一个大公园，哇，200多公顷的大公园哦，这个我相信是全台湾最大的公园了。那而且迁建之后呢，禁建可以取消，禁建要3000公顷，那我们自己三重就受惠，芦洲也受惠，那更何况是松山机场旁边的，就是你的选区哦，就是王鸿薇你现在选区哦，松山、中山都全部都受惠。那未来这个如果取消禁建，好、哦，那我们可以这个做这个都市计划。然后这个增加这个容积，那我们可以做一些社会住宅，做一些公益设施，然后甚至呢企业总部呢也可以在这边，那整个这个产业都可以活络化。这对于台北市或是对于台湾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工程，所以这是可以讨论的哦。啊，但是王鸿薇不跟你讨论，就是说只要是吴益农提出来就是纸上谈兵。拜托姐啊，王鸿薇你第一个政见就是核二核三演绎，我真的不知道，除非就像这个小芳他所讲的，就是增加这个深蓝的选民的仇恨值。因为我发现啊，这个王鸿薇他现在也不用讲政见，他只要是
这个增加这个大家对于这个吴怡农的仇恨值，给他抹黑，然后让这个深蓝的选民哦出来投票，他就赢了。我相信那个王辉现在就打这一点了哈啊，所以吴怡农他虽然说提了这个政见，我看他好像每个礼拜提两次政见。那我老实讲，提政见是正确的啊，但是有时候投票是比较感性的啊。我们是讲吼，我这个政见提得好，我这个人吼，这个人品端正吼，我也不跟你抹黑，哎，选民就会投你。另外一种是像王辉这一种的，他就不管你，反正呢就给你破赛，好给你抹黑，然后这样选民呢，这个讨厌你的选民，这个出来投我，这样他就赢了哈。我想王威就是沿袭这种打法，因为上次这个126国民党的打法就是这样子嘛，所以真的吴怡农提政策是正确啊，但是也要小心王威这种哈泼粪式的打法。其实哦，这个聊这个就比较内行了。那当然，现场我们大家都是这个政治业。那接下来的确是啊，因为最近今天不是媒体又有讲到说，他们现在封他为女战神啊，接下来要打谁？打苏贞昌啊，全部的这个仇恨民进党都越拉越高啊。黄威要打苏贞昌。对啊，就是他整个要往上拉嘛，他们现在就是痛恨民进党，仇恨民进党。因为打黑道会打到他们国民党，啊，所以他们开始在转移了。他黑道打错人嘛？在打黑道，打到叶麟传，打到他们现在12月25号国民党的正副院长要投票了。你看从陈时中的这个打。打法，然后到现在，还有当时在林佳龙新北市的打法都一模一样，他就是一直攻你民进党，然后都拿一些不着边际的，然后不是政见的，就是打。那因为刚好我们是，就是比如民进党就是执政党，我们就是刚好是执政的，所以有一些执政包袱在，他不去细数，就是他自己要做些什么政见，他就一直骂，然后现在又讲出来，现在就要把他封成女战神。要站就对了。我还是想再插一句话，按照这种逻辑，我先破一下王宏威的梗好了。如果四项公投中的合适基本上被民意拒绝，你下面王宏威啊，连公投榜大选还有莱猪跟藻礁，极有可能也会拿出来啊。有可能有差吗？反正台北市啊，基本上是四项公投啊，基本上比较挺国民党的。虽然公投已经过去了，但是呢，对动员仇恨值来讲，这个最有效嘛。说要还我们一个公道哦，四项公投呢，不，民进党的四个不同意，我们现在呢再重新来思考一遍，都不用提政策，把去年那一套重新拿回来就好了。合一合二他都敢讲的，莱猪他敢不敢讲？公投版大选他敢不敢讲？早教他敢不敢讲？他一定都敢讲的啦，他讲这个就他不用负责啊。不是我最廉价。我们这边都这个内行的，也不怕跟大家讲，其实选举有的时候真的不是看你多干净。多勤劳，它比较像是一部电影，你也不能一部电影纪录片马拉松跑2个小时，大家也不知道在看什么、啊。所以一部电影，它搞笑的有票房，恐怖的有票房啊，文青的有票房，艺术有票房，但重点是，你整个演的过程要有很多人愿意看，愿意投票，愿意去买票捧你的场嘛。所以王宏威他现在演的就是。我不知道，很像八点档，就是那种傻狗血早期的那种。对啊，就是那种你为什么要离开我？然后你就发现对方根本没有离开。花系列。对啊，我们请嘉凯讲一下。嘉凯是不好意思，嘉凯是黑道吗？不是，当然不是啊。黑道要怎么判断啊？他是用看的还是用？这可能要问一下法律编剧的前辈们，他们可能比较知道哈。对对对。刚刚魏市长最知道啦。对啊，市长，魏你们的市长就清楚啦，你们的市长啦。他今天说了，他特别想说的是长得。斯文的不一定是好人，因为王议员一直在贴黑道了，而吴怡农我就不知道要从哪个角度看是黑道。但其实政治攻防，我们因为选举过嘛，其实从一直以来，不管从以前到现在，选举就会有政治攻防，但只是你政治攻防的那个手段到底要到什么程度？我唯一想是哪个候选人，两位吴怡农或是王宏威，他们两个自己的手段，他自己会有所考量了。但是回归到两个候选人，像吴怡农还有王宏威，他们两个提出来的松山迁建或是合二合三的议题，其实我想。这两个都不是说有没有好坏议题之分，我相信只要是有议题你提出来，都会有选民去说，哎，我要支持还是不支持。但是我们先看一下王宏威议员他提出来这合二三的议题，我相信这个议题啊，这个东西我相信他也在选议员，因为刚选完议员嘛，这个期间我们到全台湾遇到很多停电的问题，所以他把这个议题再拿出来，他不只是代表当地的立委，他其实想告诉全台湾的选民，告诉说其实我们要去重视台湾用电的问题。那么刚刚玉慧姐有提到很多漂亮的数字拿出来，那其实漂亮的数字它其实就可以去解决现况，台湾可以解决它缺电的问题或是储电的问题吗？我想这也是黄威议员他目前想要告诉选民，哎，你要睁大眼看清事实，到底选择什么？那当然，对于一个新北市议员啊，
我们还是要把侯友宜市长，我相信昆城议员也很清楚侯友宜市长立场。我反对核二也一样，立刻供出来啊！对不对？侯友宜市长立场是什么？不管是核二、核三，到底未来要不要演绎嘛？那我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核安的问题，你要帮我处理核废的问题，而不是中央。不是啊，那嘉凯直接问你啊，那你支不支持核二演绎嘛？我自己当然不支持嘛。啊对啊，我自己不支持。肯定王侯友宜，我自己不支持。侯友宜在公投的时候，他是发了一篇文章这样子写，他说。我们尊重民意的结果，所以他其实是没有，对啊，他没有说要或不要。但是中央，因为我们就有一个研讨会嘛，中央也提过配套措施，让地方政府参与讨论，因为共同的目标，刚刚说有共议嘛，共同目标，你要一个目标告诉地方政府，中央告诉地方政府，地方政府来决定我要不要接受这个决议嘛。那再来我们看到松山机场迁建的问题，我相信刚刚很多都提到，2015年在双北有一个论坛。那时候双北论坛是讲什么？其实市长那时候还是副市长，他提出说就要有好的配套措施迁建，当然乐观启程。而且那时候时空背景不一样，那时候朱立伦在执政的时候，新北市是三环三线，那现在已经进步到三环六线，那当然2030前会完工嘛。所以我相信迁厂不迁厂，要不要迁厂？我相信王宏威他现在虽然说是我们国民党内很有战斗力的一位。就是女性候选人了，但是她现在只是说她是假议题也好，但是她从来没有表态说要支持或是反对，所以我相信她也是从2002年、2006年、2016年，不管是李应元、谢长廷或是黄珊珊，要说选台北的时候，都把针对这个议题拿出来去讲。但是讲的时候呢，我们看一下现在执政的是民进党政府，所以民进党政府应该也要是丢一个配套措施，告诉台北也好、新北也好，或是周边的宜兰、桃园。就是告诉说我们应该怎么解决三环六线，我要迁到哪边，地方政府怎么来结合，我觉得这才是大家要去共同努力的目标。我知道他们两个的选举方法跟他们想的有什么不同的，但是我现在不跟你讲，广告回来说这个。其实呢，国民党跟民进党在选举吼，我看到一个面纲，唔知道大家有注意啊。国民党现在在选的是民意代表，伊是在野党，所以就负责骂就好啊。啥无电，啥起价，啥不能起未飞，啥经济无来，伊就骂就好啊。但是民进党伊爱换家嘛，所以在想办法讲啊，我要刷对一条钱来用这个物件啊。这边若搬走的时候，我要用啥？所以你看吴怡农跟王宏威伫政见的辩论内底，你就能看到讲哦，原来因两个一边干那负责骂。另外一边没了一个，不是咩，伊是提出解决的方法，提出一个政见，而且配套措施。所以你也看拄只嘉凯在讲的时阵，就表示讲，哦，嘉凯过去，你有在市府待过吗？有。这个是伫市府有做过的经验，所以伊就讲，我来配套措施，我来中央配合，我都进行的一步。这个叫做科鲁完整。你选民意代表的时阵，选一个会骂作爽呢，作痛呢，但选了了，伊除了骂，伊可以当创啥？嘛是冤家相拍尔。安尼民意代表，咱敢骂来？这完，我们进下一段。我们先 Q 一下高鸿安哈，他这个议题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啊。这个礼拜哈，还出现一个最新的助理，叫做小兔啊。这个他涉嫌高鸿安啊，涉嫌诈领助理费之后，有网红四叉猫他po出立法院的薪资单，他质疑高鸿安在2020年3月到7月有同一个人5个月领了20多万，那又有另外一个人呢啊，每天跟着柯文哲拍拍照。啊，又有一个人呢，领民众党薪水，又领这个立法院薪水，嚯、哦！啊，你哪有法度把一个这简单的代志，不甲这复杂，咱看一下 BC 啊。过去8年来哦，陪伴台北市政府成长，那最重要的，也希望你们能够继续陪伴以后的市政府未来好，积极前进。出席市府活动，柯文哲致辞结尾很感性，和被问到高虹安争议时态度大不同。我们每天在网络上哦，随便人家问一个，我们就要回应，他明明在造谣。后来跟他讲说，我干脆民众党去筹一笔钱，哦，律师会。听到关键字涉嫌诈领助理费，柯文哲分贝拉高喊造谣，不满网红四叉猫脸书发文，点名高虹安绰号熊熊的江姓助理，2020年3月每月实领薪资约4万多元，5个月下来拿了约20多万的公帑，却能跟着柯文哲行程啪啪造。2020年6月粉专直播片段，就是由江姓助理长进贴身记录柯主席，江姓助理更被质疑两边同时拿薪水。当事人会去回应啊，这个第一没有领两份薪水的事，第二讲得斩钉截铁，没有两边领，但监察院公开资料也显示，同年3月份江姓助理不止领了高虹安办公室薪水，还领民众党2万多元薪资，而高虹安则是推给助理个人追星行为，因为自己当选后忙着布局小内阁，传出
北市地政局长张志祥一度要留任蒋万安内阁，但柯文哲硬是比蒋万安早一周出手蓝湖成功，张志祥确定出任新竹市政府秘书长。蒋万安看起来留任了很多年的局处首长，表示我的局处首长非常优秀啊。会不会觉得他都找不到人了？这表示我的局处长太优秀了。我的局处长有一个很大的特色，就是说他们那种政治性都很低的。不止护航高虹安，还帮忙和蒋万安抢人，柯文哲话说很酸。但高虹安当选新竹市长，除了忙着延揽人才，未来要伤脑筋的恐怕是司法问题。三立新闻刘安吉、吴文轩台报道。网红四叉猫他说啊，刚刚你的助理啊，助理 A、助理 B、助理 C、助理 A、B、C、D、F、G 都来这个爆料，那柯文哲就生气啊，民众党会筹律师费，谁乱讲就告谁。那另外一方面呢，柯文哲他也推荐了台北市的地震局长，叫做张志祥，那要介绍给高虹安。那他说张志祥本身好像是桃园人，然后对桃竹地区非常熟悉。那玉慧姐，这个选后哈，大家我相信还是蛮关心高虹安下一步的发展。当然一方面他没有辞立委啦，那就是要领到最后一天。虽然我们常常在问说到底立委要交接什么，是那我觉得还是要先关心一下那个柯文哲，因为柯文哲在上个礼拜那他跑到冲绳去啊，那他说这个冲绳可以使用悠游卡。哎呀，我们冲绳去使用悠游卡，谁我们去冲绳如果可以买很多东西的话，悠游卡里面你大概只能够放个一两千块，谁会去冲绳然后花一两千块？这个到底是重点吗？不是，柯文哲的重点是他的毕业旅行。可是毕业旅行只有一次吗？没有哦，听说他接下来又要去新加坡玩耍去了。他是不是有呛过人家是什么鼻屎大的国家？没有没有，不是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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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的问题是，好，你如果说，你觉得你已经要卸任了，你告诉你还发公文叫你的局处首长，你刚刚讲说你的局处首长都很优秀嘛，你要求他们在11月27号一直到12月11号，为期15天都不能出国。啊，这是公文，你自己发的啊，叫人家不要出国。啊、他是在那个期间出去吗？对啊。现在这个期间不就是他自己说叫大家不要出去？所以为什么你叫你的局处长啊不能出去，然后你自己却到处出去跑，然后这个跑到公务行程啊，他一定是这样讲。他一定是这样讲。可是我就觉得这柯文哲这个人是双标了哈，他最近常常气扑扑，我觉得当然也有他的一个原因。现在其实为什么他会气扑扑？其实我觉得有越来越多的证据哈显示高文恩的案子可能会烧到他的身上。我回来继续聊，抱歉，好，我们进一段。我们广告之前啊是在聊高虹安，那我们先让玉慧姐继续。因为其实刚才啊提到了说高虹安有一个助理，那为什么他之前挂民众党的这个党部的薪水？因为薪水条四叉猫告诉我们说，他从2019年的这个三月啊，应该是2019年的9月开始，一直到2020年的3月15号，他都是拿民众党的薪水。可是呢，他从2020年的3月16号一直到7月，那他又去挂在高虹安的办公室拿他的公费助理，大概领了22万的薪水。我就问，这22万后来有没有缴回公积金，还是呢就进入了这位江先生你自己私人的户头？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哦。因为接下来我想要请问江先生的问题，恐怕这个未来你都躲也躲不过，检方也会问你同样的问题。你在2020年的4月的时候，你理应在高虹安的办公室里面，你当高虹安的助理。那你的办公室为什么会出现在你的办公桌？为什么会出现在民众党党团？因为这是当时高虹安办公室的照片，这是你办公室的照片。你不觉得这两个？他的 OA 不一样，完全不一样。他的 O 那个这个办公室的桌椅设备不一样。对，所以你要不要跟大家来讲一下，你为什么你自己在4月24号的时候，你说这是你的办公桌，可是呢，你当时应该人已经看薪水条，你已经是高虹安的助理了，那你为什么你又这个你的办公桌会出现在民众党的党团呢？第二个问题，我想请教你的是哦，因为高虹安说你就是个柯粉嘛，那所以你要去在你的那个脸书上面，我要帮这个柯文哲啊来拍照片，
追星，这没办法。可是我接下来要请教你啊，你在3月26号，你在3月20号，在3月19号，特别是3月26号这一天，这是柯文哲参加花博的一个活动。那你去参加这个花博的活动，你那个时候不应该是高虹安的助理吗？高虹安是只要你迟到就要扣50块的耶，然后再不然你第二次迟到可能就要扣100块的耶。哎，安娜，你为什么可以去参加这个高虹安对不起，台北市的花博？你为什么去参加台北市的这个花博的活动？要对付老板就要找老板的老板。他老板是郭董还是宣董？不是，我以为是柯文哲。好，那再另外哈，再看一个3月26号这一天啊，3月26号这天，他自己在他的脸书上面写的，他说：“哎、欸，